这次算我失策，落在你们手里算我倒霉。要杀要剐，西天遵命。这些年你在儋州犯下的这些个罪行，就算杀你10次也不为多呀。高承贤，你做了这么多年土皇帝，要是就这么死了，你会甘心吗？不甘心又怎么样？难不成晋王殿下还能放了我？ 赈灾粮草被偷，这事儿可以是你勾结柴广一起做的，也可以是柴广自己一个人做的。若给你个选择的话，你会怎么选呢？你怎么可能愿意放了我？难不成你又想演戏诓我？哼！<笑>现如今这个世道，唯利生。 唯利死，如果你对我真的有利用价值的话，我为什么不放了你呢？只要殿下愿意放了我，让我做亲王府的一条狗又如何？别那么激动，你不妨好好想想，除了可以做一条狗之外，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呀？我愿意为殿下成为翼王神明的耳目，助殿下 成就千秋霸业！<笑>看看，看看，看来你还真不傻呀！谢殿下，别忙着谢。殿下，这是为何？陆家和庆王府之间。 同气连枝，你算计陆安然这些心思，你以为本王是不知道是吗？纵然想做庆王府的一条狗，也应该清楚，哪些人可以咬，哪些人碰不得。哼，你明白了吗？属下明白。啊！啊！ 原来陆家是被冤枉的，这不是？你别乱说啊！这柴广是清河帮的叛徒，抓得好！我就说嘛，陆家帮的叛徒，陆家不应该啊！是，不是吧？这抢咱们都错！撤！撤！二哥。 就算有什么话要说，也换身衣服，你这样会着凉的。二哥，这是为什么？本王留他的命还有用。且不说他侍卫素餐没有尽到驻军职责，就凭他一人敛了财，就足够儋州百姓吃一年的饱饭，这其中藏了多少恶行，又压榨了多少百姓？二哥，你知道吗？行了。 你说的这些，二哥都知道。他究竟有多大用处？让你可以无视这一切罪证。看一下这个吧。以往和秦野国的来往账目。秦野国管辖范围之内所有军队。 全都是翼王的金库，他们压榨地方的所有赃款会源源不断送到翼王口袋之中。如果我将他杀了，别的地方怎么办？那我可以拿这些证据上报父皇，让父皇下旨彻查。说的都是孩子话。你这叫什么？打草惊蛇，他们会藏得更深，更难彻查。军中腐败。 动摇的是国之根基。我留他的狗命，是要让军中腐败彻底连根拔起。如果有朝一日强敌来袭的话，
你想怎么样？要老百姓揭竿而起吗？可兰手里沾了那么多的血，是这一件事就可以解决的吗？那些冤魂怎么办？那些人毕竟已经死了，本王在乎的是活着的人。殿下，殿下，出事了！暴雨冲垮了入城的山路，从益州调粮的粮食队伍全部被埋在了泥石流里。什么？我去找沈大哥。等等，江湖人士，毕竟能力有限，你这样只会耽误时间。高承贤，属下在。集合所有将士，兵分两路，一路稳固山体，以免再次塌方；另外一路，竭尽全力，拯救灾民。属下这就去办。九弟，你说的所有的事情，二哥都知道。二哥向你保证，他该受到的惩罚，一项都不会少。沈大哥说你回来就一个人待着，也不说话。我睡了。可我看到你的眼睛瞪得好大，你是睁着眼睛睡觉的？那我现在睡了。那你记得把这个驱寒药喝了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不得看着你把药喝了吗？淋了这么多雨，病了怎么办？心心念念的堤坝怎么办？喝完了，喝完了就下逐客令啊？还是有些烫，赶紧睡觉吧。我没事。就算是不开心，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。你都知道了？都张榜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觉得我无颜面对儋州那些百姓。我更无颜面对你。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没有必要替他背负这些。可他是我二哥。但你如今却无法认同他。他说要利用高承贤搜集证据，一举肃清军中腐败。可我们都明白，只要高承贤在儋州一日，儋州的百姓就一日难安。而他们的性命为何又要让步于那些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呢？这本就不应该是一个选择。若他以后错得更离谱，你要如何对待？你总有一天会找不到说服自己的理由，到那时候，你们就再无回还的可能了。那便不要让他开始错。这世上有很多可以通融之事，但是是非黑白却不可以模糊了界限。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你只需要坚定自己的内心就好了。传弟，沐川，传弟，传弟，这庆王殿下看上去仪表堂堂，没想到跟高承贤是蛇鼠一窝，这品行。之前还有脸拉拢我清河帮，
沈帮主，想不想帮一帮沐川？我就知道你有办法，快说来听听。你怎么能进来的？这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来跟你做交易的。什么交易？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庆王殿下的选择，你就是抢劫赈灾粮的主谋，侵吞赈灾粮是重罪，你必死无疑。作为清河帮的叛徒，你的家人也会遭人唾弃，再无立足之地。但如果你愿意帮我做一件事情，我会保证让你的家人一生富足平安。你让我做什么？如你所愿，还原真相。我叫沐川，是大汉朝的九皇子，我今日站在此处是想为大家也为自己尽一些应尽之责。高承贤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听过，他是儋州的驻军，更是萦绕在大家心头的恶鬼。他做了多少骇人听闻的事情，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不单单是在这里，还有在更多地方。他视所有无辜的百姓为待宰的羔羊，我们儋州百姓愿不愿意为自己做一次主？谁愿意跟我一同前去指认高承贤，让他就地伏法？这事儿要是办不成，你倒是没什么事儿，到头来遭殃的不还是我们老百姓吗？你说的轻巧，以前有多少人来过，还不都是被高承贤给征走了？就是啊。是啊，我知道你们都很害怕，也很绝望，州府无能，百姓气馁，你们求告无门，痛恨朝廷。或许以一人之力就如匹夫撼树，但百川奔流则凝江海之万军之势。我愿以我一人之力担保，如果高承贤一日不倒，我就一日不走。九殿下，我不怕死，我愿意跟你去。九殿下，我也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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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姑娘真够劲儿啊，我喜欢。我也好好疼疼。柴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在大牢吗？说好的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我在牢里却在这生死。让开！啊，大人，大人，别走！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呀！好好说，让你把我当羔羊，是你宰割吗？都别过来，都别过来啊！亲王呢？我要见亲王。去啊！快去见亲王。是。戏台搭好了，可惜啊，观众还是少不行。小姐，我去安排。别走，亲王殿下到。让开，亲王殿下来了。亲王殿下来了，亲王殿下，亲王殿下，你终于来了！殿下，救我呀！当街挟持朝廷命官，该当何罪啊？柴广，你是觉得自己的罪还不够重吗？左右都是一个死，我不在乎多背几条。我柴广曾经。也算是江湖好汉，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背着黑锅就死了。别动啊！
想不成，我现在就杀了他！殿下，救我！儋州的百姓们，我先给你们道个歉。赈灾粮确实是我假扮合肥盗的，但是这一切都是高承贤指使，他才是幕后主使。他是他，都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死到临头胡乱扮妖人，把人都垫背了。你敢做不敢认是吗？那你就跟我一起下地狱，在人间讨不到公道，去见问老子的他。是我，说你是如何做的？是我狄前把朝廷银两路线告诉你，让你假扮合肥逃走卖掉。如何分成呢？你说，我替你算，我替你算。人面兽心的东西，平时你仗势欺人也就算了，现在连我们的保命粮你都不放过。是啊，就是啊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就该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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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翟广，你如此行事与刑讯逼供何异？但是你知道吗？朝廷断案讲究的是证据，你有吗？证据？我就是证据！多谢沈帮主出手相助。柴广背叛清河帮，勾结狗官，危害百姓，我作为一帮之主，理应清理门户。庆王殿下明察秋毫，肯定比我这个江湖人士要来得正派。请大家放心，庆王殿下定会为百姓做主，严惩狗官。殿下，现如今民情激愤，恐怕很难收场，不如将高承贤先收押起来，以后再说。抢夺赈灾粮之事事关重大，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是本王一定不会袖手旁观，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来人，在，将高承贤押入大牢。是。殿下，殿下，你不能。殿下，我刚才是为了保命胡说的，我冤枉呀，他们冤枉我呀。且慢，怎么回事？这些人，我有冤要禀。九弟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我身后这些便是受高承贤迫害的百姓们，他们只是一小部分，还有更多的人，他们不敢出来说话，甚至已经不能说话了。好，既然有冤情，那就跟本王一块回去。就是因为高承贤这种仗势欺人者，让我身后的百姓们失去了太多，牺牲了太多。今日他们不用再为别人口中的正义再牺牲下去了，高承贤欠他们一个公道，应当由高承贤自己偿还。对，高承贤偿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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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承贤
九弟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你我回去再说。今日，我代儋州百姓向庆王殿下陈情，控告高承贤在驻守儋州期间犯下滔天罪行，还请庆王殿下行使钦差特权，将高承贤立斩殿下。殿下，殿下，救我呀！殿下，救我呀！殿下，殿下，救我呀！殿下，殿下，救我呀！殿下，殿下，高承贤身为驻军，不思其职，任由合匪肆意妄为，屠杀来往船队，但自己却勾结商队，收取钱财，护其通行，利欲熏心，致儋州商贸凋零。此罪一，他强抢民女，污人清白，对不从者施以酷刑，对施救者当众棒杀，身居要职却眼中无父无君，视人命如草芥，肆意妄为，此罪二。草民恳请庆王殿下杀了高承贤，为我儿和我儿媳讨回公道。恳请亲王殿下为我和我死去的姐姐讨个公道。讨回公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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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回公道。胡说，胡说八道。亲王殿下，冤枉啊，冤枉，冤枉啊，殿下有冤枉啊。杀了他！殿下，我冤枉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还借由职务之便，私吞朝廷各项拨款，更是勾结歹人，监守自盗，更着人抬高粮价，以谋私利，全然不顾儋州百姓，饿殍遍野，此罪三。他所做的恶行，桩桩件件全都陈情于此书之上。高承贤恶贯满盈，人神共愤。还请亲王殿下主持公道。九弟，你是在逼我。请亲王殿下主持公道，将高承贤立斩殿下。对，立斩殿下，杀了他！立斩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救救我呀！殿下，殿下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殿下！救救我呀！杀了高承贤！殿下，殿下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殿下，殿下，你说过要保我的，啊！你不能背信弃义！将来若是再有目无法纪残害百姓者，就如此贼。庆王殿下英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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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命了！我叫你没理我，你再这么练下去，伤的就是你自己了。
我知道我今天做的有些过火，但我真的看不下去高承贤再那么逍遥法外。你应该提前跟二哥说一声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逼我，合适吗？可我若提前告诉你，你真的会杀高承贤吗？二哥承认，确实有些急功近利了，而且我应该知道，你从小性子急。你不生气了？你是我弟弟，我怎么生你气啊？对不起，二哥。行了，去里屋坐。明日我就回苏城带云儿上京，你呢？我明日就和二哥一起回去了。看来酒店下天下粮仓之策已成，只是汉津那个牢笼，你要如何采菊东篱，悠游南山呢？若有真心同游之人，何处不是南山呢？说得好，来，我敬你一个。你敬我什么？敬你长风破浪，不负初心。那我也祝你身能似月亭亭，千里伴君行。汉津见。汉津见。高承贤一死，翼王那边恐怕会有动作。他贪污的证据已经在手，那我们就有依据向皇上进言。就算为了赵烈，无论如何
本王都会试一试。 小姐已经重获了亲王的信任，为何还心事重重呢？穆泽阴险多疑，若不是为了让陆家彻底摆脱这困境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回到汉京，回到他身边。只有进入亲王府，才有可能找到解开这困局的钥匙。 父皇，高承贤假扮合匪，抢夺赈灾粮，儿臣已将他就地正法。至于那个秦野阔，他纵容高承贤在儋州为非作歹多年，每一个环节都有藏污纳垢，还请父皇明察。父皇，谁都知道秦野阔是儿臣的舅舅，庆王这是想攀查儿臣啊？不管怎么说。 庆王彻查赈灾粮丢失一案有功，朕赐你白银千两、绸缎百匹。但是，秦野阔的辖区之内出现了高承贤这样的狂妄之徒，责令他即刻自查。父皇，莫要再说了。哎，朕听说川儿回来了，赶紧宣他来觐见朕。宣九殿下觐见。 儿臣今日来是有事向父皇请奏。嗯，好。天下粮仓，这是儿臣培育的新粮种。<笑>颗颗饱满呐，朕看这穗上谷粒的数量比前一阵农事局呈上来的要多得多呀。此粮种是由儿臣偶然间发现的野稻培育而来，但它对水土的要求苛刻，儿臣尚在研究。若有所成，加上各地水利推行环地渔民，天下粮仓绝非空谈。好。 好，你不惹纷争，心系百姓，是个好孩子。父皇谬赞。这样，朕命你参加春闱的命题，顺便为你自己啊选拔几个可用的人才。父皇，这怎么能行啊？九弟不过是一闲散皇子，怎能担如此大任啊？ 川儿，快谢谢你哥哥，是他提醒了朕。是啊，委以重任，怎能没有官职呢？朕宣旨，九皇子木川，封齐王，兼农事水利。谢父皇，儿臣定不负重托。起来吧。 都是齐王了，得有个官邸，朕把安平街的王府赐予你了。谢父皇。<笑>好，好。哎，我这个父皇真是偏心眼儿啊！咱们庆王殿下去了儋州那个鸟不拉屎的地儿，抓合肥，找灾粮，累的都瘦了一圈，结果呢？ 父皇就敷衍了几句，还不如九弟呢。大汉玩了个遍，不知道在哪弄的破水道，就得了一个亲王的封号。哼，二哥心里不舒坦吧？想要找我把柄的时候啊，先想一想，自己在父皇眼里是个什么东西。 春闱失去了先机，又失去了一方财源，贵妃娘娘不会怪罪你啊。<笑>
你别得意，你以为这样父皇就会对你另眼相看吗？结果呢，还不是一句自查了事。想动我，省省吧，二哥。你先回去吧，二哥想再试试。二哥，哎，回去。皇上，庆王殿下求见。殿下他身着礼衣，不知何事。宣他进来。宣。儿臣参见父皇。仍是为了儋州一事。回父皇。是。此事不必在意，你去吧。父皇，儿臣已经把翼王和秦野阔指使高承贤肆意敛财的证据带回了汉京，但是没成想在路上遭到劫杀，所有护卫无一幸免，儿臣跟九弟也险些丧命。父皇，儿臣还想说，这秦野阔长相像高承贤这样的人数不胜数，就如伏骨之躯在啃噬大汉。如果父皇坐视不管的话，那大汉早晚被啃得干干净净的。父皇，这趟差事你办得很不错，朕赏你的好好拿着，其他事情莫要再管。去吧。父皇，这是为什么？你的所求真的是为了国家大计呀，还是有其他的什么事情？父皇此话何意啊？儋州一事，近日朝中不少清流上书，说你是刚直不阿，文武全才，能征善战，既能浴血战场，也能扎根于民间，颇有贤王的风范。可此刻你却用你身上的伤来逼朕处理翼王，是不是心太急了？父皇明察秋毫，儿臣做的所有事情皆为正律法，安民心。正律法，梁妃将你的身世瞒了朕这么多年，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朕不知道啊？当好你的庆王，把伤养好，其他的事情想都不必再想了。
去吧。穆泽已经是我的孩子。 你竟然妄想要回他，，当好你的亲王，把伤养好，其他的事情想都不必再想了。殿下。 究竟是怎么了？今日我看见父皇，父皇看着我，眼神里面满是厌恶。本王知道他不喜欢我，所以无论我做什么，都是徒劳。这一切都是徒劳。小心伤口。小心。殿下，难道您所做的一切？ 都只是为了讨皇上的喜欢吗？我以为，殿下所求的是宏图霸业，是千古留名。殿下求的是自己的命运不被别人所左右。你要求的，是至尊之位呀、啊！昭烈尸骨未安，他还在天上看着我们呢。 你说的对，皇室亲缘本来就薄如蝉翼。现如今，有一个薄情寡义，而另一个想要置我于死地，本王为什么要循规蹈矩啊？